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没有。那你干嘛亲我？逢场作戏罢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在王府里怎么闹，本王不管。但是皇宫里的人，一个别去招惹。你是说刚刚的太子吗？是。 明明是他一直给我献殷勤，好吗？而且，太子本来就是林尚尚的心上人，是你抢了人家的女人。本王没有抢林尚尚，更没跟你开玩笑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去招惹他。嗯，愁死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喜欢我，别爱我，没结果。 王爷，敢安慰呢，真辛苦。看月亮，月亮，那真亮。 是进还是不进呢？进。上官离，我找。大白天的，你不穿衣服干嘛？这是本王的房间，本王想通。